这是虞书欣吧？就一个样子嘛。第二个是杨紫吗？是的。哦，第三个是谁呢？第三个有点看不出来，笑得太开心了，有点不好认。笑容。他现在也笑成这样吗？对，一模一样。我认识吗？你认识？我认识。很虐呀！啊，这是白鹿啊！啊，不是，对不起，误导了。这个实在认不出来，你公布答案吧。猜错了有点得罪人。赵小棠。这赵小棠啊，你一说，我觉得有点对上了。这咬花的这男生是谁？哎呀，这是真正有点男人。气质也是，看是演戏老选的。秦霄贤啊。对。这是秦霄贤啊。是的，你懵了吗？我就看这气质，我懵的。那下一个。第三个杨洋啊，这不都告诉我了吗？下一个就一模一样，我的天啊，他仿佛开了一个儿童特效，一模一样，真的就没变，没完全没有变，还没展开呢，这小伙子。这六个人男生最好人。Justin 第一，虞书欣第二。杨洋呢？杨洋就是直接告诉答案了，就是。